一至五中午十二点，只要超 in 九八八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九八八广播剧。九八八制作。就算你可以原谅我，我原谅唔到我自己。就算冇结果，我都唔会俾你离开我。佢本来唔系喺我计划之中，不过可以顺手铲除佢，我会更加开心。我要测量为佢所做嘅嘢付出代价。我要所有唔信我嘅人都后悔。我成支何家军喺度，你以为你会走得甩咩？荒谬！你要杀就杀，唔好讲咁多废话。究竟佢身边呢个人系一个乜嘢女人？如果你觉得你对我唔住，咁你留翻你条命嚟补偿我。我要少爷你清楚你嘅身边波。你要记住，我同你嘅双手都染满咗鲜血，唔会话救咗边个，再亦就会少啲。杀咗我，杀咗我！停手，停手！王外宇文家族，你哋就冇水源，你哋根本就系自寻死路。你又有咩遗言啊？天地人好快就会消失。天地人，编剧许方齐，第二十三集完结篇。吕卓然嘅水库冧咗，全世界都缺水，佢就搞到防华界水灾，得意真系得意。何将军，系你反击嘅时候，你有咩谂法？喺我未讲出我谂法之前，我想你应承我几个条件。讲，首先要保护邵博士，等佢唔需要受到黑星组织嘅威胁。可以。第二，恩图将来醒翻，俾佢一个全新嘅身份。好。第三，我要测量为佢所遭嘅嘢付出代价。佢系雷卓然身边嘅红人，我会帮你对付佢哋。你用我对付雷卓然同测量，你都为自己谂得几周到啊！你怕我好似雷卓然咁钳制住你？我是军人，最紧要是要军队食得饱着得暖，两权互相制衡合情合理。但是你哋呢啲所谓有读书嘅生意人，最中意就系耍手段，口口声声话为大家好，其实根本就系贪权贪钱，睇唔起我哋军人。你放心，你唔会受我钳制，因为我会将天地人交出嚟俾你。你就系天地人，点交出嚟？你信唔信都好，天地人系我妈妈蓝夫人植入喺我身上。我唔知道佢系乜嘢，亦都唔知道点样可以攞佢出嚟。我妈妈可能谂住等我大个之后同我讲，可惜佢等唔到嗰日。邵博士系妈妈嘅拍档，佢知道点样攞出嚟。只要天地人收复完恩图之后，佢就归零。你头先嘅条件冇包括你自己条命，你唔怕我攞到天地印之后杀咗你？我有乜嘢未见过？死，我一啲都唔惊。要几耐先至可以重建水库？暂时都唔知道啊！唔知道唔知道，你知唔知道我几多提供水源嘅合约啊？如果履行唔到合约，你知唔知道我要赔偿几多钱啊？雷主席，对唔住啊！一个二个都系废物，出去！系。雷爷，好烦恼啊！
系咪个个军人都咁中意擅闯人哋嘅办公地方啊？乜水库嘅事搞到雷爷冇觉好瞓啊？精神睇落好差噃、啊。有咩快啲讲？我有天地印。你有天地印，即系可以解决你嘅问题。你同其他国家几百亿嘅水源合约，我都可以帮到你。你会就咁帮我？我系一个粗人，唔知道要点样做生意，点样管理一个国家。但系我一定要我军队食得饱住得暖，德格兰嘅人民个个都要有平水饮，就系咁简单。讲，你想点？恢复我哋何家军嘅税收比例。好，水价由我哋定，即使你嘅水库重建，水价都唔可以随便定价。好，仲有，你而家拥有嘅所有合约都要归我哋天地水库。你唔好太过分啊！你咁即系抢嘅啫，你哋啲军队识得啲咩嘢啊？我哋军人咪人多势众咯。我军人，你够胆？我是德格兰主席。我捉宇文信的时候，宇文信好似都是这样的态度。当时还有宇文剑在身边，不过都敌不过我们何家军。你好，合约归你们。最后你不要得寸进尺，我雷卓儿咪只是得钱咁大把咯。我话俾你知啊，我已经对戚亮落咗追捕令，唔好谂住报复我。我已经断晒你所有的后路。他中了枪，不走得远，追！想追着我？我敢有意。制作天地人，难得他今天吃嘢都瞓得好好。嗯，呢几日你都系趁佢瞓觉嘅时候嚟睇佢。我怕我唔舍得佢。Y T 一都好似知道会被清洗记忆，重新设定呢件事。佢咁扎扎跳。一定是偷听到我哋讲嘅嘢，涛啊，对唔住啊，要你住喺医院咁多日，等何将军搞掂晒所有嘅嘢，我就会做手术，你就可以重新设定。你打算对戚略点啊？我都唔知，杀咗佢，其他人都唔会翻生，因涛嘅伤害，亦都唔会少啲。戚亮呢个人实在太恐怖，困住佢唔俾佢再伤害人，都算系一件功德嚟。啊，系啊，呢把木剑喺当日我同恩图重遇嘅时候，佢交俾我，要我交俾你。把木剑，结果逃得系执法，补翻佢，断咗就系断咗。一定会有裂痕，我哋都系出去俾恩图休息下。你是恩图定是尹天翼？队长，天翼，你中咗枪，我帮你止血。天翼，呢度咩都冇，我出去换啲纱布俾你，帮你包扎。你冇错，你冇错，我挂住你，我只系想好好咁揽住你。Yeah.
开心，我唔开心。我见到你咁辛苦，我系唔开心嘅。我发觉咁多年嚟，你唔系我左手咁简单，我已经多咗你系我嘅精神支柱。系我自己唔肯承认，唔肯承认你对我有几咁重要。队长，我爱你，无论你点对我，我都冇所谓。我哋一齐离开呢度。我就嚟要停止呼吸，邵博士要将我清洗记忆，重新设定。不可能做得到，你的晶片已经被破坏。我偷听到他们要用天地印修复。那小博士果然留有一手，我不会被你忘记，我不会。我们走。梁医生，我不会跟你走。恩土，我唔会同雷我杀死我至亲嘅人一齐。天意，我能够死喺你手，我觉得系好。好开心嘅，队长，队长，系我，队长，队长你死死啦！吓，队长 ，YTS 杀咗戚娘，痛痛，我唔系恩童，系恩童，恩童杀死队长。痛，系我杀死佢。我是一个杀人凶手，之前我仲可以赖稳啲，而家我真系半丧尸，我根本真系杀人狂。Go Go， 小博士，即刻同我做手术，我要佢即刻清洗记忆，忘记晒所有嘅嘢。九八八制作，天地人。剑少爷，我哋会开刀攞出你身上嘅晶片，即时修复 Y T 一受破坏嘅晶片。嗯。记得我讲过的说话，我都是第一次用这种修复方法，当中有很多不确定性。不紧要，你尽力而为。是。小博士啊，可不可以给我五分钟时间？我有事想跟恩涛讲。嗯，去啊。手术房四面都是墙，什么都没有，不止我们平庸树林有蒲公英飘过，或者沙漠有风沙有阳光，
我哋而家只可以坦喺度，乜嘢都做唔到。当我哋再醒翻嘅时候，你就会唔记得晒所有嘅伤痛，你就会唔记得我。放心，我会坚强跟一个人生活。对不住，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我有几喜欢你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很爱你。我现在拖着你的手，有没有感觉到我对你的爱？有没有感觉到我有几咁着紧你？把木剑我会时时刻刻带在身边，你要好好地生存，要好幸福。你不记得我不紧要，我会永远地挂住你，永远地爱你。但我知今天需要逼你邵医生，你记得我吗？好似系你发生车祸，所以入嚟。好似系你记唔记得叫咩名？系边度人？做咩噶？我叫恩涛，系平窿人。慢慢讲。我系因为一次何家军招募护士，所以入到浮华街受训做护士，就俾佢叫翻恩涛。佢呢个名好听，我好中意。佢咁有合义心，俾佢做护士，可以救人、帮人。
我住在护士宿舍，大家感情都好好，日日宿舍都有饭开，有肉食。佢中意热闹，俾多啲朋友佢啊！唔好咁孤独，佢最开心就系有肉食，一定要佢衣食无忧。咁除咗医院同埋宿舍，你平时会做啲乜嘢？我平时会做啲木制品，因为我中意树木，又中意做下啲手工艺。佢会做木制品打发时间，因为佢做手工艺嘅时候个样好专注，好靓。小博士，就咁设定佢好吗？其他嘢我会叫何将军安排。啊，好。好好，阿欣桃，你手术好成功，好好咁休息一下啦。多谢邵医生。剑仲未醒，只系攞个晶片出嚟，都咁严重。理性嚟讲，呢个晶片喺佢身上十几廿年，就好似身上嘅一部分咁，霎时间身体适应唔到。咁感性嚟讲，剑少爷佢潜意识可能唔想醒，唔想醒。你觉得佢自己想求死？在做手术之前，他做的所有事都好像交代身后事一样，你不觉得？他说过他连死都不怕。他最怕的可能是见到自己最爱的人当自己是陌路人。邵医生，欣桃，哇，今天精神挺好。你是何将军？何将军好。你认得我？何将军是德格兰何家军的领袖，欣桃梗系记得啦。仲是我的大恩人，如果冇你招募护士，我都入唔到嚟。哦，你睇紧咩病人啊？神色咁严重嘅。佢我点会突然间流眼泪？你识得佢？应该唔识。邵医生，佢叫咩名？宇文剑，已经昏迷咗七日。宇文剑，隔住玻璃睇唔清楚，我可唔可以入去见下佢？入去啦。你好啊，我叫欣桃。我头先见到你，突然间流眼泪，好奇怪啊！我哋会唔会系识嘅咧？又或者喺边度见过？邵博士话，我因为脑部撞击。部分记忆会变得模糊，我连宿舍的护士朋友他们的样子都记得不是很清楚。这把木剑，我
又流眼泪，个心仲有一种好痛嘅感觉。你快啲醒翻，话俾我知道，点解会有呢一种感觉？天地印第二十三集完结篇，导演廖日豪，配音曾心怡，恩徒林淑萍饰演，宇文剑张振龙饰演，戚亮郑其元饰演，何将军杨万里饰演，邵博士梁官友饰演，雷卓贤林可峰饰演。中午12点，只要 TuneIn 988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。